我只是记得每次鬼门开的时候，就我家会变得很热。对，因为我家。农历七月，立哲觉得最好看、最可爱，看的会让你痛哭流涕，觉得非常温馨的一部恐怖片。其实它根本完全不是恐怖片，它应该是喜剧亲情片。我的骂吉是个鬼，嘿，我们今天欢迎到两位主角，耶！大家好。Hello。生命是最宽容的海。其实我的骂吉是个鬼是一个韩国知名电影所改编，但是我真心觉得台湾拍的比韩国的还好。这是一个最高的评价。真的，对，你们当初知道它是这么卖座的一部韩国片所翻拍的时候，会很紧张吗？我没有重新看，可是我是很久很久以前看的，然后记得当时看的时候，的确就是痛哭流涕，没错。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韩版的女生的角色其实蛮少的，可能也不是跟现在的剧本一样，所以其实现在剧本有改变蛮多的，个性也完全不一样。对，我们就是重新从这个剧本，然后透过我们的方式去。把它重新呈现出来，对，我不想，我也没有想说要重新回去参考，对不对？回去参考些什么？我们男主角也帅，但是这个虽小的样子很像，我想要睡的，对，没错。而且其实你这一次这个戏非常考验的，因为你等于还要一人分饰四角，对，五角，包含你自己。对，那你在这个切换当中，或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是最难演？应该是阿英吧，比方说台语，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会一点台语，但它又是很道地的东西，对，所以我花蛮多时间去观察阿英，接到一个鬼上身，然后再一个，再一个，然后再一个，再一个。真的快疯掉了。那宇威这次做最多的功课应该就是当个救护人员了。对，在开拍前其实就有去上课了，然后上到最后一度非常有兴趣，就是如果你没有经过那个救护的过程，他是真的就走了。可是后来还顺利活下来的人真的很多，我觉得这份那个热血感就有渲染到我，然后就是真的蛮想去考。你们当时在这个消防局里面拍片啊，有没有盛况空前，所有的消防员都要来跟你合照之类的？那没有哎，那没有，有吗？我觉得大家是不敢。因为消防员不是每年都会出年历吗？如果真的有这么美的，一定是那种封面，有没有？消防员的年历都很猛哎。对，都是猛男级，对，就是宇威带头当封面，变最佳代言人这样子，旁边站，对，这样排开。不过它其实也是一个见鬼故事，对，但是你们真实生活中有类似的经验吗？我只是记得每次鬼门开的时候，就我家会变得很热闹，对，因为我家旁边刚好一间很大间的，是这种热闹，我跟宇威同懂一下，对。是中元节的时候，尤其是不是就是会有那个。小时候不是就会买很多饼干或者干嘛嘛？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舅舅来我们家，然后他就是中元节看我们家楼下花园在摆那个中元节东西饼干什么什么，他就下去抽了一根烟，就把它放在旁边，然后他就说：“你看那个烟灰很快就没有这样。”真的好像比较快没有，真的，我觉得。先生，这里不能抽烟。你们有抽过？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签，我好像没有抽过签哎、欸。真的哦。那我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好了。好。就我前阵子跟我好朋友去吃海底捞，就有人提议说要抽信用卡。抽信用卡，就大家的信用卡全部拿出来，看是谁请客，然后请那个服务生来抽。然后我就拿出，因为我只有那个邮局的金融卡。就是那个 Visa 那个信用卡，然后看起来很破这样，然后我就拿出来，我想说他应该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穷的人，很穷酸的人，他绝对不会抽邮局卡。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这样走过来，我们就几张卡片就拿在手上，大家的都很漂亮，就是我的很丑这样。然后他说：“邮局卡、欸。”他就拿走了，抽我的。
靠，我付了，很久没看到了，六七千块。这一次其实有很多动作戏，另类的动作戏，因为 这四个轨道背在你的身上，无论骑摩托车啊什么的，那这些戏是不是其实挑战蛮大的？看起来超累的。对啊。然后原版好像是听说是用特效。那我们这次是想用真实的方式去呈现机车载四个鬼，后面因为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能用前面用拖车去拖。对啊，如果自己骑的话，我也会整个小狗链。对对对对，那像背人的地方也是做了一个支架，然后我们吊其他四个鬼都要吊威亚，然后就是用那个有点像吊车，对，然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前进这样子。那你觉得你身上到底背了几公斤？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八九十，因为他们四个人是200，我记得是220、230。天哪、啊！然后你脚上其实也是小朋友，对，弟弟是完全是三十在我的右脚，对，然后上面大概是八九十，然后就这样拉着。其实我只能走一趟了，就是走一趟要休息一下，走一趟要休息一下。哦、隔天的脚就踢腿，跟你那天。木原，腿木原对，他有一天拍木原，他去 前一天去健身。对，哦，对，哦，这个印象真的是蛮深刻。我前一天健身，然后健身教练突然间就讲说什么练习屁股发力，所以就是做了很多基础，然后做很多下。就隔天我是没有办法蹲下或是走楼梯，我会直接就跪地，就是我只要一有折的这个状况，就是我就直接跪地。然后那天偏偏是墓园，有非常多的阶梯，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办法走那个阶梯。后来摄影师直接把我公主抱起来，他说：“哎，我他直接把他抱去妈店。”对对，那这部片会不会算是你们，尤其是景豪，会不会在继《柯哉》之后哭最惨的一部片？哦，这一部片的哭戏是真的很累，因为我的哭戏是全部浓缩到同一天拍。一天拍完所有哭戏，对，那是从早上。11点，我记得11点梳化，然后一直拍到余威来。对，看他是最后一场，他已经一条线。对，早上5点已经肿了，就对。对，而且眼睛也打不太开。对对对，就是我是眼睛肿的，跟导演说，还要再来吗？还要再来，还继续哭就对。就用这个很衰很可爱的那个脸，然后来推荐观众看这部片的理由。然后雨薇就是用蔡伯伯的样子，然后恐吓观众这样子。各位观众，就是带你们朋友啊、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看《我的妈鸡四个鬼》，记得要来。各位观众，8月18号来看《我的妈鸡四个鬼》，你就会知道。好、哦，谢谢。很多事情哦，想不通，没有关系，过一段时间就会。就这样，想不起来。心只要还在跳，一切都会好的。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